地址，这个地址不太好找哦。我看一下哦，啊，你看那边有没有一个红绿灯？红绿灯。对，你要先右转，右转，再走三步，三步，再左转，左转。对，你就会看到一栋三合院。三合院。对，那应该就是你要找的地址咯。哦。啊，对了对了，最近那天野狗出没，也常发生野狗咬伤人的事件，你要特别小心哦。狗？对。真的吗？没有错。没事没事，我不怕。好，那你要自己注意安全了，我还有事，我先走咯。好，拜拜，谢谢你，拜拜。红绿灯右转，再走三圈左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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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踩到什么？是狗。
那补助申请项目有三点，我们请台下的长官贵宾们跟我们一起念这三点好吗？好。好，那我们开始喽。第一点，设施设备。第二点，办理教育训练研讨会。第三点，心理諮商、律师咨询、诉讼补助、遭受侵害之协助措施及职业安全保险费。念得非常好。那根据台中市社会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条例，有规范社工禁用单位应该提供什么呢？下面有三点。第一点，社工人身安全训练。那包含的项目有防身术的训练。做得非常好，还有防身道具的使用教学。啊，好痛啊！不过只有在遭遇人身安全危险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哦。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二点，安全工作环境。那包含的项目有监视器。对耶，我们的办公室也都有耶。还有我们的巡逻箱。我知道，我们办公室外面也有一个巡逻箱哦，难怪常常看到警察人员来巡逻，真是辛苦他们了。没错没错。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三点，维护身心健康。当你在工作上遇到压力时，我们有提供心理諮商的补助申请哦。所以，为了鼓励社工进入单位，强化社工职业安全保障，台中市政府在今年社会工作表扬更特别新增办理社工职业安全业务成效优良的团体类奖项哦。哇，那我们自己也应该要重视自己的人身安全了。那我这样刚说的，你们都有记得吗？记得。那我来考考幸福。请问，我刚刚说的，根据台中市社会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保障自治条例，有规范社工禁用单位应该提供社工人身安全训练，那包含的项目有？我知道，我知道，有包含防身术的演练以及防身道具的使用与教学。虽然练缺缺的，但是回答得很不错哦。谢谢主管。第二点，安全工作环境，我们请文满来回答。回答得非常棒。那第三点，维护身心健康，包含的项目有什么？有人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有包含心理諮商的补助申请。没错，照顾别人也要照顾自己，无论在内行或外行，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都要记得向我们反映，这样单位才知道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给你们保障人身安全及权益。谢谢主管特别跟我们告知这个讯息。知道了就好，走吧，先确认有没有受伤，再一起商讨个案如何处理吧。好，我们掌声谢谢亚洲大学社工系的伙伴们为我们带来这一出非常写实的行动剧。